上礼拜和宝妮住这间，然后之前我自己一个人来住过这一间，然后我今天住这一间，很不幸的天气太冷了，没有热泉。 No， 这间饭店的公共区域是我觉得比较简陋一点的，有很多小朋友来上课。 今天礼拜也太多人了吧，感觉是有那种小朋友的冬令营。我本来想说要滑灰色猫城，结果这么多人，我还是去滑 Blackcomb 好了。现在才早上9点，好多好多人哦。好了，我要去滑雪了。 我决定滑滑看这个，因为我没有滑过这边，也没有坐过这个缆车。这好酷哦！现在是零下14度滑雪，好冷哦。 但是跟上礼拜比起来就还好了，上礼拜那个太可怕了。现在换搭这个缆车。
我这次汲取教训了，我滑雪前有吃晕车药，这样子我才不会晕，所以这次状况就好很多。我真的觉得滑雪会是增添装备耶，从一开始不知道怎么穿衣服，然后配备要带哪些，到现在慢慢就是知道要穿什么带什么，花了很多时间跟吸取了很多教训。因为真的太冷了，所以我长这样。我这次有绑头发，嗨。去滑雪了，先滑 Orange Peel， 感觉整个雪道都是空的，好开心哦！真的爱滑雪的人一定要来一次 Whistler。But I do like the fall. That run we had last Tuesday down. That's a pretty hardy group of people, or the Inuit. Guys, look at these guys' rocks. 今天大部分的雪道都开了。这座山很酷哦，它除了黑道，还有黑道，没有啦，就是它黑道还有三种，就是更难。哇，这个蓝道 ，Offer Peak to Creek， 这里真的好美哦！我来搭 Peak Express 了。其实我有一点紧张，因为这个缆车上去它只有一个蓝道，其他都是黑道，所以感觉会比较难。不过我很想就是把所有的就是景色都看一遍，所以我就决定跑上来看看的。这里就是一个很难的黑道，你们有看到吗？有多陡？它真的超级陡的。我突然发现，这个缆车就是我们夏天去走那个天空之桥的缆车，哎，真的好高哦！我被震撼到了，这个天空之桥居然变成这样，你们看那个冰，那个雪，感觉还有风吹的方向，好酷，这真的太漂亮了，天哪，太扯了。Of course.
好，去荷兰到了 Whistler Village 见。花了三秒后发现，不，这里是悬崖，不是这边，在左边。哇 ，Let's go！ 没想到最上面居然还有绿道哎，那这样大家想要上来拍拍照也可以的。出发！这样滑雪好不真实哦。这样是 OK 的吗？这个斜度，这是蓝道吗？看看，我根本就是快要贴在地板上了，超陡。这个斜度合法吗？天哪，太漂亮，可是也很可怕。我不夸张，这个斜度我都可以溜滑梯溜下去了，我坐的都可以下去，这真的很陡。下吃个饭，有点累了，好好玩哦！而且我都没有摔倒，我真的是觉得太感动了。妈妈说运动要多喝水。继续滑雪喽！都不用排队是最棒的。出发了，直接滑完滑到 village， 然后再去滑 Blackcomb。我刚刚滑一滑，捡到一只快要被雪埋没的手机。我本来很犹豫到底要不要帮忙捡，但是想说它很快就要被雪埋没，所以我就想说还是捡一下，然后拿来服务台。接下来去搭这个缆车去 Blackcomb。还好刚刚那个狮子打电话来了，我跟他说我放在失物招领那个游客服务中心，不然他手机真的快没电了。这个缆车突然停下也太晃了吧，好可怕哦，超晃的。我今天滑左边那一道没滑过的，好漂亮哦。Let's go!
水都结冰了，好美哦。我觉得太好玩了，要去房间休息了。这边也是提早就可以 check in， 好开心哦。房间很干净，小小的，不过它有桌子，可以让我剪片，然后浴室。它这边有附浴袍，我觉得房间还不错，而且还有微波炉。不过就是它的大厅比较没有那么漂亮。如果全部房间三个我住过的，我最喜欢的还是，四个我住过的，我还是喜欢 Crystal。这边是房间看出去的 view， 就是 Crystal Village。我就住在这里。好酷哦！原来撒那个房子结冰的石是这样撒的。热泉开了，我要去泡热泉，好开心哦 ！Go！ 旁边有人在吃饭，是餐厅有点尴尬，不过都没有人呢，好棒哦！小小的。最后剪个片结束今天，这个啤酒很好喝，拜拜。